新北市发表2023年运动教练形象月历，希望呢透过月历来鼓励奋力不懈的体育精神，更是向辛勤的运动教练们来致意，期许能够训练出优秀的选手，创造新北体育巅峰。训练没有捷径，态度决定一切。成功需要累积，相信自己，相信教练。专业运动总有伤痛，莫忘初心，才能飞得又高又远。你所做的事情不是为了给谁看，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只要有目标，世界将为你让出一条路。相信自己，勇敢去闯，勇敢去飞，获得最高荣耀。运动教练的每一句经验之语都是人生金句。新北市连续第三年发表运动教练形象月历，邀请13位不同体育专项的教练担任主角。教练们不仅学生带得好，个人表现同样优异。新庄国中的傅小涵教练，小涵教练指导学生在全中运得到国男游泳项目100公尺、200公尺仰式银牌，谢谢小涵教练。最后要介绍的是我们12月的英歌国中曾自强教练，自强教练是我们国家级教练哦。新北运动教练都是国内各体育专项好手，经历过大小赛事，抗压性强，更有能力支持学生突破极限。我们每也面对每一场比赛一样，我们总是做足最好的准备。那感谢各位教练在这段时间的默默付出、默默耕耘，我们几乎是全时24小时一直耕耘。除了训练之外，训练后我们还要关心选手的生活，沟通家庭背景的问题，这些都是我们这些运动教练必须去伤脑筋的。那期许2023年，我们在大家的努力之下，我们新北有更好的发展，那突破以往的成绩，有更好的辉煌。推出形象月历，除了是向奋力不懈的教练们致意之外，更期许教练能训练出更优秀的选手，创造体育巅峰，能够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们这些运动教练对于我们新北体育的贡献。那当然我们也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精神，就是希望全民来运动，大家一起照顾身体，也能够让新北成为一个运动城市，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骄傲与光荣。月历将发送到新北所有体育重点学校，民众上新北学霸脸书粉丝专页参加活动，同样有机会能抽中教练月历。